手机是小米六啊，配置也算高了。但是我如果开高画质的话，然后再录制视频的话，还是非常卡的。所以我开的是最低的画质，低画质，还囤了几刀。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人物特别的狠毒呢？哇，低头戴着头罩，拿着一个匕首。很凶残，很凶残，那捡一把枪。大气污染做贡献。再下就是个菜鸟，菜鸟，不是什么枪王，鸟王可以吧？鸟王，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滑下来，好，平稳落地，来吧，先挨个房子搜啊。小黄车，滴儿一声，他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听我姐说。没背包，没背包，负重也满了。啊，散弹枪没有，没散弹枪，不要散弹枪。现在能拿了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看到那个中间。放的背包了吗？上面有个小格格，那就是负重。现在负重已经满满的了，满满了。再来个搜，再搜一个。我一定要留意四周啊，不然就等于送快递了。因为体验很差，一打死，满盘结束，满盘结束。搜一下，这落的已经很偏僻了，一般不会有。看到一个是二级房的图啊，拿上了，再上楼顶看一看。有一个饮料，有个弹夹，那容量不足了，满了满了。弹夹可以拖上去。这一瓶饮料，不太好。下楼吧，下楼吧，拿不了了，没背包，没办法。
后，都市紧闭交通，人民流离失所。我们必须启动创世计划，用创世引擎引导世界的重建。一受危机并未散去，新的邪恶已经降临。但我们相信，有了创世引擎，希望之光就永远不会消散。请加入我们，作为无畏者，引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森林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游戏，游戏还在内测还是封测，我忘了。我今天呢，我是获得了激活嘛，我立马就开始入手一盘。然后我们选一个角色呢，选个妹子吧。然后他这个角色也比较人性化的，可以选脸，然后自己捏，知道吧？然后我看一看啊。哇，然后这个脸我们改眼部改成九，然后眼睛长短我看一下，这样的吗？哇，他妈的，这个人是黑眼圈吗？你在逗我吗？